新欢旧爱共冶一炉，叶璇话唔一定要结婚。寻晚杨怡同罗仲谦举行婚礼，喺众多星级嘉宾入边，最瞩目嘅可谓多济公陈浩文夫妇、叶璇同男友小麦，同埋独自到场嘅佘诗曼呢一组新旧绯闻男女啦。单多前嚟嘅阿佘讲到同旧爱同场，又强调唔会尴尬啦，相信围观出席嘅叶璇更加冇啦。咁唔通你哋嚟呢度系为咗取经嘅？冇啊，我未有咁嘅打算。咁之前系咪影过你哋嗰个地方同过嚟，同埋一齐买架一架车系咪你意思？系唔知啊，我哋做几耐拖？两年啦，起码都知道我好似起码两年啦，冇计啊，冇计啊，计几月嘅我谂系先年，年超过年半啦，系咪啊？系咪好稳定？系咪等男朋友结婚啊？又唔系喎，我觉得拍拖顺其自然咯。是不是有 planning 的？沒有，我是一個屬於對這方面沒有 planning 的。會不會閃婚啊？是隨時 ready 啊？又不是，我覺得結不結婚沒有分別的，其實真的很開心呢。每天拍拖呢是都是百分百愛一個人，是不需要一定要結婚啊，有個儀式的，即是每個人想法不同。當然我看到譬如阿怡啊、杏兒啊他們的儀式，我也很開心，每個人的方